各位老板，1月28号，依法爱国了吗？我是老王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整个简体中文，甚至华文媒体，几乎就没什么话题了，啥都没人聊。英国粉红或者英国外宣骚扰钢琴家那事儿，也没人看，也没人关心。国内发生的呢，新余发生大火，一场火灾，楼上是一个。考研的培训班不是，专升本的培训班，那里边40几个人都烧死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国家唯一的应对方法就跟当初北京长峰医院着火一样，来一轮消防大检查，挨家罚点款啊，还能借机敛财。你说这个世道是吧？但是这个事儿没什么人聊，也没人关心。甚至我聊个血祸的事儿，都已经算是没什么人看的时候程度了，都在聊一件事儿，台湾大选结束了，也没人关心了，然后甚至乌克兰啊、以色列呀、是吧？以色列在加沙地区、在巴勒斯坦地区行动到什么程度了，也没什么人关心，所有的媒体、自媒体都扑在了一坨屎上。是吧？那么我一直说这个人是个坏逼，不就是这样？坏到什么程度？现在在推特上，除了自己的视频，所谓的道歉，那种卖惨，把自己的一个逼脸拉拉成那逼样，哎呀，我这完了，我就回不去了，是吧？剩下的呢，在推特上又开始说有人要找黑社会杀他，三口主已经扬言要弄他。你三口主知道你是谁啊？这跟说自己是个叛国罪啊，没啥区别的，往自己脸上贴金，甚至跟一个叫脱缰野狗的，说是把他的公司的公开资料发出来了。他在节目里说的是啥？把他的家里的地址，把他个人的电话都给爆出来了，这不坏吗？反正看他的人都是傻逼，都信，是吧？给王菊哭丧啊。孝子贤孙一样，当然他们被骗那活该，对吧？咱不是说这帮人怎么样，他们翻了墙也是不可救药的玩意儿，在国外生活多少代，他也是看央视的玩意儿。那么，咱就说这种事儿，然后呢，跟着脱缰野狗打赌，啊，有种咱们赌10万美金的，如果。我输了，我把10万美金给你，你输了，我把这10万美金捐掉。这种事儿可能你们看，觉得是一种指天发誓的行为，是吧？在老王的眼里呢，他俩打赌是他能不能拿着日本护照，或者加入日本国籍。那么在老王眼里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完全就是他当年在国内出名，那件事儿的翻版啊。浙江温岭，苟艳红虐童。拎着孩子耳朵，把孩子拎起来，这么耍，那孩子嚎的都不行了，耳朵都给弄撕开，然后呢，拿着胶带把孩子这个位置整个给缠上，他不是缠嘴，是连鼻子一起缠，看那小孩脸憋的都是紫色的，然后再给剪开，他好玩儿，你说这不是虐童？得多么没人性的人才不会觉得这种事儿或者这种人应该罪该万死，或者这种事儿就应该谴责。虐个猫，虐个狗，还要熙熙攘攘的去骂一顿，是吧？觉得那种情况是没人性的。虐孩子呢，不还是骂？全网声讨，那王菊花就王菊花一个人站出来呀、干嘛呀？这不是虐童，那700多张照片假的，那孩子被拎着耳朵，他家可能是没有过孩子，断子绝孙了，是吧？你们家里谁家谁觉得王菊花是个人的？你把你自己孩子拎着俩耳朵拎起来这么逛逛，说那孩子放下来笑了，这种截图什么的，老王推特上还有啊，都是他当年亲嘴发的，然后呢被网暴啊，就他自称的网暴，这个叫网暴吗？大家对苟艳红这种人虐童的一个幼儿园老师的谴责叫网暴吗？是吧？这个不叫正义吗？这个不叫除害吗？然后呢，被所有的人骂，谁看着这种人，
这种情况，这种行为不骂吧，对吧？成功从4-5万粉丝骂到了17-8万，然后呢，还是这一出啊，跟着老荣啊等等一系列大 V 吧，打赌我出100万，那700张照片不可能都是真的等等，在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有点要收手了，他不打赌虐童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，也不打赌那孩子放下来笑没笑，跟你打赌那700多张照片不可能都是真的，那要都是真的，我给你100万。他以为里边还真有什么假照片啊，或者有一些不实的呢，没成想到最后调查结果显示，700多张照片全是他亲手发的，发在了当时是 QQ 空间里，用于没事享受，看着开心。然后呢，现在不也是吗？打赌10万美金，是吧？输了之后呢，一帮人骂他，又骂一轮啊，骂骂呗。他把那条打赌的帖子一删，发一句让一切留给历史，历史会给你们真相啊，然后这事儿不提了，该聊啥聊啥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忘了，是吧？我不能忘啊，这是2012年左右的事儿啊，到现在呢，2024年了，这一个月一个台湾大选，让这一条区给搞得稀烂啊，整个外交部啊。啊，什么谴责所有给台湾发去贺电的呀？被咱们嘲讽还，是吧？都不如这一个菊花，搞得，哎呀，搞得整个华人群体的这个层面吧，或者这个华文媒体的这个圈子，这个领域，都已经跟粪坑是一样的。当年。博洋先生写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，说这是一个酱缸。我一直刚开始看，可能觉得很扎心，再看觉得很对。现在看呢，我觉得就是博洋先生为了照顾这些傻叉、这些愚民、这群蛆，这些民主感情是吧？已经很客气了。他原本写的肯定是不是酱缸。肯定是粪坑，对吧？这个粪坑里能爬出来什么玩意儿？除了蛆，就是大尾巴蛆。蛆呢，是拿王菊花当人看的，出跑到外边爱国的，翻墙出来看新闻联播的，生活在海外多少年，还逮谁喊谁老乡、同胞，拿着外籍，还要坚称我们是中国人。这不是蛆是什么，是吧？无论从精神上、认知上，它就是满足从粪坑里出来的这个标准。什么是大尾巴蛆呢？标榜自己一点儿，张嘴先给自己立牌坊的，假装已经接受了现代文明教育的，张嘴就是我在美国生活了多少年了。我在什么什么大学毕业的，这些东西能代表什么？能代表你已经不是一条蛆了，能代表你有什么可以当做权威的论断了、判断了、认知了？还是一个慕强的心态吗？还是一个慕强的思想吗？你把这个牌坊立在那儿，不就是告诉别人你比他强吗？让别人信你吗？那你说这种？想法不是蛆的想法是什么？不是大国的想法是什么？当年有一个小鲜肉，央视小鲜肉叫芮成钢啊，到处散德性，我可以代表亚洲只要是跟他见过面的人都会被他恶心的，几天几夜吃不下饭，张嘴必须的。正如我的一个好朋友克林顿跟我说。正如我的一个好朋友朴槿惠跟我说，他就是参加个什么，公开的记者会呀，都不算记者会吧，一些招待会、接待会或者国际的会议，是一个记者团中的一员，连专访都算不上的那种现场报道。那么，只要是跟他有过合影的，手机里有照片，逮谁给谁看，看看看看，正如我的一个好朋友巴菲特跟我说。这个是什么心态？
我老说东北人那个德行，是吧？张嘴闭口的提人儿。很多人在聊北京饭局如何，东北饭局，特别是熟人亲戚的饭局、同学的饭局，这种饭局越吃越恶心。或者你什么时候发现了这种饭局很讨厌，就证明你已经跳出了东北。别管你身在何处，什么样，不就是提吗？但凡你说点什么事儿，哎，我想买台车，哎，那你看上啥牌的了？那个奔驰，那店长我认识啊。我说车坏了，想换个轮胎，你看上啥牌的了？哪家店你就说，这几个 4S 店我都熟。咱都不说他提不提什么省市一级的领导干部、官儿，就这个嘴脸，这个思维模式。他就是一个慕强的心态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大量的中国人有这种有这种粪坑的思想，那么跟中国人说话，你就要这样说呀。作为一个从业十几年的资深媒体人、资深时评人，老王跟你们说一个事儿，是吧？就爱这口，就爱这口。你也没招儿，那么这一轮儿，很多在日本的朋友在网上发来发去，光在网上发，你报警啊？日本是法治国家呀。王志安这两天，昨天晚上又在发，说有人众筹他要杀了他，还在一个什么什么群里聊，要筹钱。要雇杀手，然后发出来公开征集线索。这个德性像啥？像不像国内打黑的时候，把一个民营企业老板先抓走，抓走之后，警方公开发布一个通告，现征集张三的犯罪线索。你没有犯罪线索，没有人家犯罪证据，你抓人家，这叫啥呀？这不叫黑打吗？这不叫坑人吗？这不叫害人吗？这不叫下三滥的手段吗？你作为一个人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时候，你把这玩意儿发出来，让你的那帮傻逼们，拿你当人看的傻缺们去帮你搜集犯罪线索。其实他不需要犯罪线索，只要让那些蛆相信，他的眼泪就可以了。哎，搞了期道歉视频，还他妈得放在会员频道里啊！我要道歉了，想听交钱，先买一月会员再说。哎呀，你们台湾的朋友们，这个耐受力真好，但是行动力是真差，啥也不是，啥也干不了。台湾的媒体，以前我也算是高看了你们了。绕来绕去的那几件事儿，没有一个能把这点事儿说得更清楚一点的，是吧？在侮辱残障人士陈律师这个点上绕来绕去的抓着不放，他最大的原因问题在哪儿啊？他违法的原因是啥呀？一条一条来呀，甚至连那个新加坡的《联合早报》也那个屌逼样，是吧？说他就是因为不当言论，把这个所有的争议引发到言论自由上去，甚至引发到民进党不得诋毁、不得嘲讽，是吧？一党独裁，这是谁的理念啊？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统战理念，对台统战的理念啊，对吧？叫宣传口径啊，聊不明白。是吧？看不明白，非法入境，这不算非法，持旅游签入境，从事新闻报道、新闻采访，假扮日本媒体的记者，隐瞒自己大陆人的身份，还隐瞒身份，还闯了三个党派的什么动员会啊？咱都不说他的官选那一块儿，最后的记者会，我们是媒体，自己拍的呀，人我家是那媒里体，边明令禁止自媒体。是吧？明令禁止大陆人，甚至大陆记者，
你自己闯进去，人家民进党不知道，台湾民众不知道，可以，台湾的这些媒体没看见，看见了，没觉得这是个事儿，睁一眼闭一只眼，这是台湾社会安全或者松懈的年头太多了，是条狗就能渗透一下子，你还怪你们，民进党或者什么国民党啊，包括民众党说被渗透被渗透，一条狗都能渗透一下，是吧？你们不活该吗？这是老王说你们高看你们了，或者说啥也不是，就这么个原因啊。早干什么去了？是吧？早干嘛了？早把他撵出去，或者早把他的罪行爆出来，能让他有机会在这儿搞风搞雨吗？把你们台湾搞得跟屎一样，是吧？他是一蛆头，领着一群蛆，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屎。流到哪儿，哪儿就是粪坑。这句话老王放在这儿，从他没开油管的时候，在我发现他在推特上散德性的时候，老王就是这一个判断。他不想喜欢把那话放在那儿留给历史去看吗？历史会给大家一个决断吗？老王也放这儿，好吧？没事儿，之前还跟傻逼似的要立牌坊，觉得。哎，这事儿聊聊差不多了，别天天他妈聊他啊！我发现这种也是一个很矫情的心态，很矫情。凭什么呀？我讲他，我讲他，我讲的比谁讲的都全面，比谁讲的都靠谱。也就菊花粉到我这儿只能留，就剩骂了。好嘞，哼，我想骂，哼，你们就偷着乐吧。